你跟我要等我跟啊。来，你收好，站好。想要哪一款呢？说。有喜欢的到时候说哈，我可以过来跟帮你们拿。他就是只留下美好好梦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至今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针锋相杀，却叫我别太想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，然后消灭是一样的傻。我们将他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等他越相信，他越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装朋友吧，找一个真的是你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相信又想起他，只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北京路步行街，好，我们就可以了。